弘扬佛法，利益众生，尽在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智慧菩提。悲心之果。一切众生中，若起于悲心，是名甚种性，得福报无量。三世诸世尊，大悲为根本，若无大悲者，是则不明佛。若有众生等，舍离诸恶法，具足悲悯心，安隐心成就，念是诸众生，一切善业道，一切善业道，如是诸菩萨，明发菩提心。行大悲者，为菩萨学，至无量慧，摄取大哀。悲者以大悲，尽失即藏失，应作如是施。圣物求施果，修行大悲者，同集所得法，救护诸群生，乃因菩萨行。善男子，譬如嘉陵频且鸟，在卵中有大势力，一切诸鸟所不能及。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于生死发菩提心，所有大悲功德势力，声闻缘觉无能及者。菩萨善修大悲心故，于一切众生乃至怨仇同意爱念，是大悲果报利益之具都无所习，持内外所有尽与众生。
菩萨以大悲心故，得般若波罗蜜。得般若波罗蜜故，得作佛。大悲是一切诸佛菩萨功德之根本，是般若波罗蜜之母，诸佛之祖母。如是大悲，利益众生，即是无量。身法宝器，能入甚深，无上法性。云何菩萨坚固成就一切善根，为有贫穷孤独等类，于彼增长广大悲悯，以摄事法而摄受之。慈悲心之果，常爱世众生，哀悯诸贫病，所生多子孙，如月在众心。其行慈心者，等亦无增碍，不问于远近，乃因为大慈，等心行大哀，即至三界人，行慈如是者，其德于梵天。慈悲真梵行，摄一切众生，自利复利他，皆令得解脱。常行于慈心，除去秽害想，大悲悯众生，今伤未雨泪，修行大喜心，同己所得法，救护以道义，乃因菩萨行。智者应当作如是观，一切烦恼是我大愿，何以故？因是烦恼能破自他。以是因缘，
我当修集慈悲之心，为欲利益诸众生故，为得无量纯善法故。若有说言离于慈悲得善法者，无有是处。如是慈悲能断不善，能令众生离苦受乐，能坏欲界。菩萨因慈悲心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因菩提心修三十七道品，因菩提心修三十七品，因三十七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菩萨如是学者，常有慈悲怜悯心，不恼众生故，不堕地狱。犯行净行之果，若人修净行，远离他所爱，生得贤良妻，容得希具足，慧者常远离非处非实行，心安生无过，具足丈夫法，清净修犯行，贤圣所称赞，受身常先节，令闻远流步，众人所瞻仰，诸天贤供养。尔时世尊说是偈，告诸比丘：若复有人修三善业，施、戒、多闻，舍离暴恶，愚迷贪爱，解脱众苦，即离不善、地狱、恶鬼。若人修犯行，则无诸损恼，具福德威神，天人常恭敬。若修清净行，所行无论意，后生有威誉，为天所供养。若行正等因，不舍于犯行，精进得吉祥，天人恒供养。
互相做成事，欢喜亦无为。观察地理空，不欺不颠倒，苦恼永已尽，安乐而解脱。回向之果，弥勒菩萨言：如是所有一切善根，给予有情于诸如来印证等觉，声闻菩萨诸弟子众，若现住世，若涅槃后所种善根，是诸善根一切合集，现前随喜。既随喜矣，复以如是随喜具行诸福业事，与一切有情同共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愿我以此善根，与一切有情同共引发无上菩提。如是所起随喜回向，于于所起诸福业事，为最为圣，为尊为高，为妙为微妙，为上为无上，无等无等等。佛告须菩提：善哉，善哉！如汝所言，虽尔，不如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于诸善根心不着，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最上第一最妙无上无余等。是无着回向功德，比前功德百倍、千倍、百千万亿倍，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。何以故？是善男子、善女人取向得法，行十善道，四禅，四无量心，四无色定，五神通。取向得法供养须陀洹，恭敬尊重赞叹，衣服饮食卧具医药供给所需，乃至取向供养菩萨故。
菩萨如是修回向，功德方便不可说，能令十方世界中一切诸佛皆称叹。素食之果，您当然身破眼目，不忍行杀食众生。诸佛所说慈悲经，彼经中说行此者，您破骨髓出头脑，不忍啖肉食众生。如佛所说食肉者，此人行慈不满足，当受短命多病身，迷惑生死不成佛。佛告诸母人，诸佛之法不以肉食，无以食来，不须复办。因告之曰：夫人生世所食无素，何以不作有益之食，而残害群生以自济活，死堕恶道，损而无益。人食五谷，当悯众生如动之类，莫不贪生，杀彼活矣，殃罪不朽，慈人不杀，世事无患。各位慈悲的神明菩萨阿弥陀佛，每一个人都知道，一切快乐来自于利益众生，一切快乐来自于帮助其他众生离开痛苦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一个最方便的方法，就是什么？把佛像、把经文、把咒语印在帆布上，刻在石头上，随风飘，风吹到哪里，三恶道的众生就离苦，风吹到哪里，这里面就有三宝的加持力，当地就可以消灾延寿，就可以圆满，就可以满愿。所以中华印经协会生命电视台大量免费的制造很多经幡、咒语、佛像，到处送给人家，挂在车上，挂在山上，挂在任何地方，让佛陀的教法大慈大悲弘扬在全世界，让这个世界消灾难。所以大家多打电话来，我们就把繁旗寄给你，也多护持印经协会这个大量制造三宝风马旗的功德。阿弥陀佛。护持账号：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：中华印经协会。
你两波你就变佛，念佛当下就是佛，念佛将来就成佛。如果一个正确的观想动机来念佛就不一样了。啊，各位，安尼就可以念到恁阿，个有头啊，海头啊，你卖点咪嘛？那修行就是不要让那个负面的念头多两分钟在心里面。啊，有的人无讲，有的人卡一下电话，给你讲一下，让你想起。啊，起码个手机简讯，让你气个要死。然后你个各位你个想法，人家你每句句话，然后你就一个早上一直在想，那个盘旋不了，知道吗？很痛苦。为什么？因为太在乎了，太在乎你就被八风吹动了。所以我们修行人，别人对你啊毁谤赞叹也好，你都啊随缘，重点是你自己怎么做。赞叹你也不高兴，毁谤你也不会生气，你不能把这个事情一直耿耿于怀，那你久了以后就会变态啊，你就觉得自己有心中有一个恨，心中有一个不满，然后呢就变成小气的气球，每次想到这个事情就很怄，就很怄啊。所以各位就是说，那佛教里面教你很简单的方法，那种假的啊，你现在好好念佛，观想佛的世界，观想要怎去帮助众生，正面的力量起来了，负面的就消除了。特别你发大慈悲心的时候，去做下面的功，就把你过去的累世的不好的基因、痛苦的记忆把它消除掉了。千万不要去想那个事情，但是你不能叫别人不去刺激你，因为外面人随时会给你一些契机。你的拜佛拜个要死，拜个要死，啊，你哪里拜？拜佛从啥？唔去赚钱。啊！拜到我马上输了去，哇！啊，你就拜不落去啊！啊！你会觉得说，哎，我无猜安尼拜到要去回向，何以讲迄种话？那个时候，胡的话拢袂记啊，跟他修炼人讲的话，那你的心态就怪掉了。所以他这样骂，哎呀，这很正常。哎呀，你不了解阿弥陀佛啦！啊，你更要多拜，更认真的拜哦，回向给他啊！你不能因为这样一供你的怄气，拜不落去。啊，很多人会这样，就不好修行了啊！所以各位要平常时安尼要累积好正面的质量，所以叫咱一心念佛，老实念佛啊，那是融入在经典。所以真济头家人，伊个办公室后边拢我拢藏一藏一个心经，后面因为做头家人足艰苦，连咪人要甲你告，连咪政府要甲你抓，连咪迄个要甲你堵，哇，连咪迄个职员啊安怎，你也足烦的。啊，当你听到迄种电话时阵，赶紧我给260个念念的。聊完以后归零，接力接力，然后再回来处理，你就知道怎么处理了。你不会冲动，你不会烦恼，啊，这个就是修行嘛。所以当你很痛苦的时候，不知道怎么办，迷惑的时候，先意念三宝，就这艺术，意念三宝，然后你这心就会转化，三宝的力量就会加持你。你管你怕亏，等得来啊。